面这一件不是件小件的 SML 都可以驾驭。后背的部分有做一个单颗扣，单颗扣给大家，完全不勒脖，而且呢又有若隐若现的感觉，又送了你一件小背心，我觉得超级划算的啦。它的布料有没有看到有一点花纹，有一点花纹，有看到了爆裂纹的感觉。再来手袖是最澎湃的地方，手袖这边外层接了一个纱，然后还有直线条，然后手袖是做百褶，还有它从手才开始衔接，所以让我们的肩膀是完全窄小，直接顺修下来的。好，你喜欢七分袖往上拉一点，你喜欢长袖你就往下放一点，没有什么限制，这个手袖不会勒住大家，是舒服的。你看这个小可爱真的是百搭好穿，连小可爱穿起来都很好看的，我觉得就 CP 值很高。然后摸起来绵绵密密的，然后不是短版的，那你看哦，完全露不到胸，露不到脖子，也露不到什么背，但是呢你看整件的那种质感就是100分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一组一套的，你看这样搭下去就会变比较率性好看的风格，它不会到那么 lady。